17.2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毫米足迹的田径。你知道北京时间其实是在西安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现在就在陕西省临潼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门口，北京时间就是在这里产生的。授时中心为什么要设置在西安而不是在北京呢？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标准时间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国还没有这个标准。1966年，国家决定建立一个授时服务站，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选址。首先，选址啊，必须尽可能是中国的心脏位置。其次，地形必须是开放的，利于备战，西安就非常合适。而且还有秦岭的遮挡，授时台建在这里相对安全。于是，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在西安成立了，当时是叫陕西天文台。中国现在的标准时间，北京时间，就是在这里产生的。再通过70公里外的陕西蒲城长短波授时发波系统发出的。那为什么不叫西安时间呢？按照国际惯例，每个国家的标准时间通常由其首都的时区决定。北京市首都在东八区，与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正好相差8个小时。于是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就叫北京时间了。授时中心里面有一个时间科普馆，我们昨天电话咨询了，说是要凑够30人以上的团队才能预约参观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人家没经理接待，只能在门口打个卡了。